者吴志伟台北报道，郭欣这些年将演艺重心转向戏剧。他在 OTT 娱乐自制剧1006的房客中，与剧中妻子谢佩恩新婚不久后惨遭杀害，并且爆出与前女友纠缠不清的丑闻，让他苦笑说：“男人还是管一点比较好。”郭欣剧中饰演柔道金牌教练，言行举止多了一份威严感。他表示把自己想象成军队中的班长就比较容易揣摩，原本以为这一次的角色是教练，只需要动口不动手，没想到剧本安排了一打死的黑到了寻求戏码，让他无奈笑说：“原本以为我只要教别人练，没想到自己也得下来打一场，还好五好老师都相当专业，被我轻轻碰一下就可以飞超远。”看着拍摄出来的成果，他十分满意的说：“导演真的很细腻，这一次也非常谢谢导演让我有机会可以发挥。”郭欣在1006的房客中有激烈打斗戏， OTT 娱乐提供郭欣剧中饰演柔道金牌教练， OTT 娱乐提供郭欣和谢佩恩在1006的房客饰演新婚夫妻， OTT 娱乐提供